是新鲜读什么？今天读作业。好的，上什么课？上英文课。好的，老师。老师，今天有什么作业呢？请打开你的三页。书包。书包我找找看啊。转过身的呀，这个吗？对的。今天翘课啊，我还没拿出书本就翘课了。哦，对呀。好吧，走进了我放学的午看一寸，他以为看一寸是玩游戏还对吧？打开密码，我绝对不让你们看我的密码是什么。好了，快点进去吧。好的，进来了。玩什么游戏呢？迷你世界吧。下期再看。